ふつうおおだはいおれあふあいえいなかまお在练功啊喷水池吗？哦，被发现了！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哦、要练功，跟我讲，我带你去嘛。哎，对啊，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又漂亮，很适合练功啊。这里是南台湾唯一的冷泉、哦，你可以在那边好好享受练功，不好好把身体练好。赶快带你去看一下。马上去。哦这家位于高雄市田寮区的度假饭店，腹地广大，有如世外桃源一般的造景，以坐拥南台湾唯一的冷泉闻名。所有的房间都是大空间的设计，备品齐全，让你一踏入房间就不想走出去。尤其是宽敞的浴室搭配窗外一览无遗的景致，太享受啦！而除了房间，听说这里的汤屋也是相当高级的哦。哼哼哼，看到没有？我带你来到这么高级的地方练功。对啊，而且我发现它周围就是有那种竹林的感觉，好像那种在武林小说里面那种。是不是？哎、啊，带你来这个地方，它连外面环境都顾到、嗯。这里虽然是我刚刚跟你提到，这里是南台湾唯一的冷泉，可是它其实还有那个蒸汽加热的部分，所以你也可以泡到热水啊。这里厉害的不止这样。怎么说？带你来看。呼呼呼，来来来，你看看。哇、哦！哎、欸，很棒哎。哎。大床，而且还有这么大块的休息的地方哎，等于是说泡完温泉可以在那边休息小眯一下。真的，这里呀、啊，其实是一个非常豪华的汤屋，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。哦，你可以靠近那竹林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对，发个呆，多好，一个汤屋就比我整个家还大。哎、欸，啊，你在干嘛？肚子有点饿。发呆完肚子有点饿了，是不是？发呆开始就很直接的感觉，就是胃了。好，没关系、嗯，我有办法。真的吗？嗯哼，带你泡完汤，带你去吃东西。好，走。除了汤屋跟汤房，这里当然也有配备高级的大众池，一样是采用蒸汽加热的冷泉，还贴心的分成几个不同温度的池子让你选择，而周边烤箱、蒸汽浴也都有，设备很齐全呢。你看，你刚刚一说肚子饿，我马上带你来吃这个。对，而且它的那个摆盘的方式好漂亮哦，很精致、啊，而且分量也都非常大。嗯，马上要请到我们的阿南师傅来帮我们好好介绍一下。阿南师傅你好。那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用餐方式？我们用餐方式是采半自助式的方式的。对，就是点个主餐，然后有沙拉吧、甜点、水果可以用。首先，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？这个牛排是用炭烤的方式下去用手的，然后这个是紫色高丽菜，有加糖跟一些醋下去再炒。哦，比较腌制过的。那旁边这个呢？这个旁边这个寿司部分，寿司这个是巴沙米果，浓缩的巴沙米果下去挖盘这样。哎，这个大概几分熟？大概七分熟。七分熟。好吃。我跟你说，很多七分熟的那个牛排很容易会干干柴柴的。对，它虽然七分了，可是你可以吃到咬下去里面的那个肉汁还是非常的饱满，然后非常的鲜嫩。你可以吃到外层那种炭烤的香气，跟内层啊软到不行的牛肉。因为好的牛肉，其实你再烤过熟一点，它还是一样美味。对不对？真的哦，这好好吃哦。我发现前面这个是小春鸡吗？哎，对。它是先经过用香料腌制过后，然后再进去烤箱里面烤，然后要烤的时候用孜然粉撒一些在鸡肉上面再进去烤。哇，你看这鸡肉，哇，好香哦！你一切开那个香气都跑出来了。嗯，哇，好好吃哦，好香哦。那是孜然粉吗？就它不是到那么盖过那个鸡肉的原味，因为它可能是就是整只鸡去烤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整个那个鸡汁跟孜然粉就整个锁在那个鸡胸肉里面，鸡胸肉吃起来大家都知道，印象中干干的，完全不干，真的假的？一点都不干，很刚好。所以这里其实海陆什么都有，然后甚至是连这些甜点什么的，哦，什么都有，那就不用再多介绍啦，赶快自己去享用了。大厅消息到了，新年新希望，就是把新年走，来看一下。哎，小姐，喂，怎么是你？喂，小姐干嘛？
我来这里干嘛？我知道自己我认不进来了，我还以为是哪十新的妹，我要走了啦，奇怪了，什么意思？